1989年2月14号，国民党领取我国第一号政党证书。颁发证书仪式是在内政部举行。徐水德部长首先将一张政党证字第001号证书及一枚刻有中国国民党的图记颁给中国国民党，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高明辉代表接受。而民进党也在同年5月12号领取政党证书，成为合法政党。今天一大早6点抵达中正机场，展开寻亲之旅的全秋花，5间抵达南投普里基督教医院，终于见到当年救他一命的恩人普及荣誉院长纪欧慧。1999年2月14号，布农族裔的美军上尉全秋花离乡32年后，终于回台找寻亲人。全秋花是台湾布农族的原住民，3岁的时候因为罹患肺炎，被当年的张基挪威籍医师纪欧慧救回一命。随后纪医师并且受他母亲所托付，将他安排给一对驻台美军夫妇收养。阔别32年之后，他回来了，不过他的亲生父母却已经相继去世。纪欧慧和他的夫婿徐宾诺当面将他亲生父母的相片交给他。